怎么没声音？怎么没背景音乐？怎么回事？有啊。诶，好吧，我自己放喜欢的 BGM 好了。Hello，各位大家，我是自己来抽奖了，看一下。诶，有了，这音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抽的是什么？各位应该知道吧？就是这个新的珍宝，看一下啊，一元柚子。芋圆柚子，好像也可以。芋圆柚子的芋圆柚子，这个红蝶呢，我个人觉得很好看，それは必然だったから、但是应该あ不な好たを抽。ここを訪ねることが。好，我们的资金有限，好不好？所以就只能拼个一单，然后抽到就抽到，没抽到就算了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小女孩不错啊，其他的就可有可无。对，但是通常讲可有可无呢，都会有，所以。那怎么该怎么说呢？而且我现在很纠结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。你看，我们现在上一个赛季的有没有罪恶熔火没抽到？不过没关系，因为还有两件就可以有奇珍了，就可以再拼一次了。要拼吗？先不要好了。但是两抽两抽应该有吧？好，我就两抽，先抽这个好了。抽完之后，如果是金的话，那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应该说是金皮才对，不是金光。十三人，好，再一个，罪恶，好吧，破魔之刃，对不起，好，OK，这算是祭品了，拿纸皮当祭品的人不多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灯泡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单了，大概一单，约一单左右了。好，我去买骰子，所以就这样。好，先来，我想一下要什么试炼抽啊。看到什么皮肤？他没有皮肤，是不是？他还没有皮肤哎。图像，涂鸦，图像什么？涂鸦十连抽，好。头像十连抽来，对，对不起。哦，这什么？红蝶的柱主哎。这个轮廓看起来都不像是红蝶轮廓哎。说实在的，好，再一个。这图像吗？哦，是涂鸦。我想图像吗？头像，涂鸦啊。头像，不是。这不要上头啊！涂鸦，好，头像来了，头像来了，百目鬼镜来了，哇，好多头像涂鸦，这个是什么？先知的争吵，唉，该怎么说呢？觉得不大妙了，有一个金光就不错了，有一个紫皮就不错了吧？说实在的。啊，运气不会这么好的啦，相信我。又是红蝶的柱主吗？是。又是哦，涂鸦。又是涂鸦。又是涂鸦。怎么都出同一个欸？就问诚意在哪里哦，新的佣兵的牵引。好，这动作可以看一下，是不是小女孩的慰藉？慰藉牵引驻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都抽到了？好，红蝶的头像来了，小女孩，5月7日小雨，是5月7日小雨哦。好，来了，时间抽，走，又是蓝光。头像倒是很多啦，头像倒是很多，但是我要的不是头像啊，各位，我要的不是头像，我要的是皮。头像哎呦，搞不好有机会哦。好，来试验抽，三、二、一，金光，有没有？这次我就觉得特别难抽，又是一堆头像啊，这谁啊？摩可纳。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红蝶的头像有机会在14抽保底了，其实可以了啦。好吧，5月7日小雨还不错。5月7日小雨算是第二个想拿的吧？对，第二个想拿的。
那剩下的呢？因为这个回声也不多，所以我看你的时间抽的机会也不多了吧？好，这刚好拿到了吗？先知的耳机，又是你。又是小女孩的头像，这个完了，我觉得有点陷入在诅咒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不过头像就十连抽嘛，所以我们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，也许运势就会被打破也不一定。金，没有，有吓到各位吗？这是什么？先知的真草，先知动作很多不是，应该是佣兵的才对，好。先知用兵都有了，然后红蝶的也有了，小女孩的也有了。好，我是说动作方面的，再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好，这是涂鸦。单抽出奇迹，各位，原来这只是他的宠物，是不是？莫可拿吗？刚刚看到的是莫可拿，我没记错的话。他四月一日军训，我两个紫皮的也还不错啦，还算可以。小女孩的，我是想说最后再个十连抽啦，但是单抽就一个金光了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可能了。要再一个，可能就不大妙。好，989看能不能，可以吗？960哦。压得死死的哦，再一个金就好了，再一个金就好了，再一个金就好了。要求不是很多，要求真的不是很多，跟其他人比起来，真的没有多多少。没有了，各位，好，活动结束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皮，在这里先来个，主要是看小女孩吧，是不是小女孩比较可爱啊？好，5月7日小雨，这个歌应该会去看吧。好，看一下，哇，怎么买？怎么那么矮？怎么那么啊 ？OK， 就是这样，不错吧？很可爱吧？好，然后呢，看一下他们的动作，可以看一下他们刚抽到那个动作是不是新的这个。就这样，好，这是牵引，然后再来是先知的，好，在干嘛？争吵。好，接着是小女孩的，我记得慰藉这个。好，接着呢，就是没抽到的红蝶的驻足了。好，驻足，就是这样，可以换一下。好啦，结束啦，就这样子啦。那我们之后再来拍这些皮肤，下期见，拜。